啊，夜宵166十个，166十个，我操，出波血今天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你们上电视可以卡个牌子啊，166十个，166十个。哎，可惜后面解说不到 RNG 的比赛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我操，好想解说 RNG 的比赛。这局记了呀，我讲实话，这局 NP 真记了。左边这个上中也不好联动的。哎，侠直接不要线了，亏烂了呀！牛子哥，这下路线一大波线直接不要了，要硬来打这波团，完了我感觉 NIP 要提速了，坏！看卓哥这发钩子了，先锋被拉回血了，下路线亏烂。真的就看这一波了呀，辅助是没有六的，安吉辅助没有六。卓哥怎么说，一个勾勾到日女开团，直接先杀日女，要 PAAOE 打的还行，老黑还在正面，但是卓哥白给了，这波真的赚吗？妮可还有大的，我怎么感觉要炸了呀，妮可一个大招轰大，一个锁住啊。哦，小威这里还在打，被死啊！哎 ，LP 零输出，哎，下刀要被 S 了，还行还行，呼吸也要死啊，差一下 ，nice，LP 一丝血还在操作，还在拉扯，一个倒钩没有倒钩到，哦呦，换麻了，转飞，我还以为要提速了，没想到。竟然打赢了，这一波很关键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就是这个峡谷先锋啊！这牛子也很敢操作啊，直接一闪还要继续打，下档是有闪的，泰坦一个钩子勾空，永霜没永霜到，还在 poke Q 神剑，哎呀我们被抢了，瑞亚要被秒，大招吸的还好，哦一个钩子勾到 ALP，哇帅，但这里 TP 过来怎么说要打到底吗，安吉拉大招差一点点，哎呦坏，南博士媒体的坏了，龙被抢了，远一个大的很一般，但是这里还是把汤圆先宰了，哦，哎，泳装清到，我有这波安卓拉的机会找得很无解，直接逮住了一个梦魇，哎呦这果断的开团，小威都懵了，哎以前嘛安卓拉不长这样啊，安卓拉大招还差一点，还要真要打吗，非常迪直接这个绕后踢的很一般，瑞尔还顶在前面，日女先送，兰博大的很一般，妮可一个大招大到一个兰博，兰博直接先死，但是狐狸直接哇，但是他这个 RQ 空了，这一段牛子哥还在操作，泰坦一个勾被 LP 闪现扭掉，差一下没有刮死，哇直接一个 Q 中亚躲掉，唐远给机会，哦这里要 P 被打成半血，哎然后被锁住，哦哟安抓这波绕后先杀也要 P， 日女也得死，上面小威这里还能再追一下吗，大龙直接打的话感觉有可能会被抢啊，武器直接 TP 过来，这个龙一定不能被抢，能找打野位置吗，先把真眼 A 掉，南博哥这猛考 WR， 哎带回来了，梦魇开大保一下，直接转过来起火，没有视野，梦魇不敢飞，
妮可一个大招大三个，但是呼吸直接死了，小薇也被勾到 ，nice 啊！加到闪现过墙，又逮到一个汤圆，一个大招先吸住，再 Q 晕到，再一个 W， 耶、yeah? ，这不会跑了吧？哦，还好，卓这边过来了，哎，一下点到，再 Q 收掉，拿下拿下拿下！我操，安朱拉这波 TP 绕后再演，绝对再演。他太聪明了，安卓拉继戴之春之后又一员靠这个跑掉的选手。这里把瑞尔带走，但狐狸完了，大人都被 LP 吃掉了，这什么个情况？哎呦，大安老师，但这里还好啊。哦，大招差一点啊，没大招直接被开到了，这在干嘛？大招差个几秒就等一下呗。哎，乐乐直接被逮住，安吉拉将功赎罪，再收一个916。但是 AD 没人投啊，我感觉，哎，呼吸在塔下等死啊，想突破吗？能突破谁？ W 在挡技能，直接控到死。但中塔木影跟 LP 是在推的，安卓拉赶紧把线清掉，直接关灯飞，骗一个大招。哎 ，WQ 避出闪现，兰博这个大的很完美。哦，这里绕后，瑞亚这边带回去，要有中亚的，但还是会被秒。一分钟，小龙刷新能赶得上。哎呦，瑞亚这个位置站的想拦截奎桑尼，但是反倒自己被开了。1100的血，汤圆这个位置还在找，哇，直接被 poke 的有点小伤。哎，乐乐这里要被秒了吗？木野兰博这个，哎，妮可空大了，侠这位置完美输出环境，身上还有 R 的汤圆，永远的神，又被魅惑到，哎呦，被拉成麻了。一个果子把汤圆点回去 ，LP 这里还在风筝猛尿，抓应该抓不掉，拿大龙吧。这个龙好像得给了呀，直接天黑关灯，抓大龙。小维没多少血的杀人也行，这波团直接开二进场。大招撒的还行，龙差一点点，哎呦，龙可惜了，被泽利拉到了。打野是七秒活没大招的，汤圆这波还有大招啊，不，还有闪现，要不撤吧，再休整一波，不给机会。对对对，拉走拉走。哎，直接飞瑞尔，瑞尔没闪了，但 W 下墙了。哎呦，好像得卖呀，不能再死人了，死人要留要被一波了。哎，还敢勾？哇，直接秒掉了，还好，我操，吓我一跳，胆子也是真大，这也敢勾。哎，一个清到，哎，老黑要被秒了，哇操，呼吸 LP 也被定住，赶紧闪现加激光拉走。哇，直接做你四散而逃。哇，老黑在前面装逼，直接被清到被秒，帅气。这里梦魇抢龙要抢不到，
抢不到，不敢抢，敢抢吧？哇，完了，我奶了！但是没用，破两路赚的，能破两路，能破两路，还好还好。我操，这闪电抢龙给他抢到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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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破两路破两路，能接受。哎呀 ，P A 没有双招了的。安吉拉还有闪现，相信安吉拉，相信。W Q 晕住，一个勾没有勾到，可惜太太没闪，不然这里应该能一波了。一个清，清到是一个分身，难不成大招大的一般？这女仙被秒，妮可这个大招完了。侠有闪，一个一闪，哎，老黑被秒了，但是要 P 疯狂输出，要 P 还在尿，一个人尿三个。梦魇直接飞的阿里。好在没有龙魂，还好。哎呦，可惜兰博这波尽力了。要 P 你妈搁这旁边猛尿，伤害还挺高的。瑞尔闪现还差一点，要 P 闪现比瑞尔慢个十几二十秒。牛子哥也没闪，哎，这里直接关灯抢先 rush 龙，龙谁的？龙瑞尔的 ，nice！ 乐乐直接被秒。我操，小薇没闪也要被卖了，这样可以一波了呀。安吉只能跑溃散。我有安吉拉一个七没有清到，瑞亚一个七吸住 LP 春哥加被打出来，你给我一个大招空大，直接进场带走的是一个泰坦空，打大错人了，这里呼吸，哎 ，W 空了，耶、yeah!。哎，坏，不是，哎，兰博在拆，兰博在拆，兰博在拆，还能打断吗？哎呦呼呼呼，呦呼呼，呦呼呼呼呼，呦呼呼。哎，那怎么说？来，上个电视，我操，上个电视，上个电视，真得上一个今天。行，先放歌，先放歌。哎，夜宵幺六六十个，夜宵幺六六十个。恭喜 NIP 幺六十个，我操，出波血，今天欢欢喜喜过大年。你们上电视可以卡个牌子啊，幺六六十个，幺六六十个。哎，可惜后面解说不到 RNG 的比赛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我操，好想解说 RNG 的比赛。MVP 给谁呢？这把给大安老师应该没问题吧？啊，谢谢傻子给的魔法书，同喜同喜啊，同喜同喜！哎、啊，谢谢乌兹 YYDS 的两个告白灯牌，谢谢简自豪的小年的魔法书，感谢！哎、啊，同喜啊，同喜，兄弟们，同喜同喜！谢谢 GNR 电子俱乐部领队的这个打 call， 不熟啊，兄弟，不熟不熟。大恩耶也说实话不合理啊，说实话不合理，不说实话真不合理，他几个大招有点臭的，真的，他几个大招真有点臭，还是得给大恩老师才好。